朋友们早上好，连吃了两天体重呢大涨啊，今天早上的体重是 105.5 斤。人吧哈，就是越吃越馋，今天早上什么也不想吃，就想吃点甜食。我决定今天都吃甜食，掉秤成绩呢我会放在视频的后面。今天早上呢我喝250毫升的纯牛奶，我爱的甜菜根，这是膳食纤维的补充，放在牛奶里特别好喝，搅和搅和。我再吃一块萨琪玛，一块蛋白棒，今天早上就够了，一点都不饿。再加两块巧克力，先吃巧克力。谁咬的？我就爱吃甜食。女人嘛，就是愿意吃这些连个八寸的，就觉得很幸福。吃了两天的肉，眼睛都肿了。蛋白棒好吃，甜。他这也是小臭事儿啊！我昨天洗出那么多泥来，大伙儿都吃挺来劲儿。不吃咋整？你以为给你洗那么干净？我就是外面吃饭，还拿我家来干呢。这蛋糕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你们都不吃。朋友们好，来到了中午。这一上午呢，我都没有感觉到饿，而且幸福感爆棚。中午呢，一杯苦咖啡，还是幸福的两个蛋白棒。再加上一个萨琪玛，我爱吃。萨琪玛和蛋白棒含蛋白质都高，所以说头午才没感觉到饿了。过节了嘛，怎么也得吃点自己喜欢吃的。减肥还能吃萨琪玛，原来想都不敢想。这几天不管是放纵餐还是补救餐，我都吃自己喜欢吃的。不能太亏待自己。这个是巧克力味儿的，这个是芝士味儿的，开心。这个比巧克力的还好吃呢，甜满足。小点口吃，再大口吃就没有了。朋友们好，吃晚饭了。晚上呢我还是吃一个蛋白棒，一袋苹果醋，因为它有碳水嘛，我怕第二天不掉秤。消灵茶晚上睡得香。我今天一天的感受吧，就是不饿，现在已经都5点多了。天天让我这么吃我也愿意。老公，昨天晚上那杯你给我扔了，那个啥、那个他没泡完你得给扔。留一口，先把苹果醋给喝了，要不然太酸了。我喝苹果醋就这么喝，苹果醋其实挺好喝的，比醋好喝。还剩一口，把这酸劲往下救活救活，没了。看体重吧。